现在再来看纽约最大的。哎呦 ，Pico 露出来了，哈哈哈哈 ！And banana， 一口下去啥都没吃到。啊，今天我们要包饺子。哇，你居然准入期。你们家没有哎，他不是很烦？嗯，哎呀，我入境了，哈哈 哈！不行，我不能包。这就是一个陷阱。喂，雨珊，帮我来包虾。哎，我估计雨珊你会做啥？我会包。哎，你在拍 vlog 现在？没事，上不了脸。你会？我今天要不要用粉色这个闪光打底？我紧夹的灵魂，这简直了，太正式了。他过来的时候就 T 恤，然后 T 恤 T 恤，然后他那个头发也在夹着，然后我把箱子一提起来了，就我要打扮一下。我有偶像包袱。那这里没有水，那水怎么办？我要看一下。你先过来，这时候还有座吗？我刚洗过。哇，我用牙膏，牙膏我长成那个样子。每个洗手液，每个洗手液。谁的牙膏长这样啊？哇塞，这个太 user friendly。我要把我的相机移到第一现场去看一下牙膏长什么样子。哎，请入镜，请入镜。这是牙膏，谁敢信是牙膏？我操！这是我本年度最那种的事情。你是我们家第一个来用牙膏的洗手液。哎，那个是真的，我们家洗手液就长那样。刚用完这个很好闻的洗手液，居然还有毛虾。确实是牙膏的味道。刚说你要来挑虾线的话，你就去和面。就线啊。Like, 你不吃虾线？当然不吃了。我说是线，什么叫线？饺子线。哦哦，馅。我第一次做这种记事包，不是演出来的。中间还要剪辑吗 ？Of course， 我都没把电脑拿来，你看，这个线剪辑。我上零点发的，还带着 Who cares 呢？反正 ，Anyway， 他们跟我也不是一个时区。这边和这边都有线，然后你看着挑的80%没有。不是有一个方法是可以把这个？你知道方法，你还让我挑？我们要投入虾人吗？啊，虾人有点那个比例不对了，那个严重安排。切那个虾人。哦，你说那个虾人没灵魂。谁喜欢 Jackson？ 这样子，就我们家就教我这么包的饺子。活了半天面，你决定用买来的饺子皮？南方人，北方人。先生是不会包吗？不可能吧。不会包啊，他现在这个里没有灵魂包法了，是不是？虾是咸的。虾为什么会咸？虾搁什么呢？虾是海里，它本来就是鲜的呀。它这个海的味道，我知道。海的味道我知道，玻璃海苔哦，不是广告，也不是哦，没有植入，也不是推广，我已经看到我们默默打钱。那我们再拽着好理由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广州海迪，你好迪，我就是好迪啊，我说好理由，你说海迪，好迪，好理由，好理由，好理由。什么真诚好朋友，真的好理由，好朋友，好朋友啊！
你这样子是什么？广告商不给你钱呢？广告商好厉害！你们就这样再卖命，广告商也不给你们钱。广告商肯定给我打钱，谢谢。皮呢？皮包完了吗？没有，还擀皮儿吗？现在？那就当擀皮儿吗？灵魂的皮儿来了，那直接用这个。哇，这个皮，不用太薄，不用太薄。哎，我有点厚。啊，这太厚了！你要不要看一下你擀皮的过程？你都一个专业的 vlogger， 要。你看这是袖珍绞的，哇塞！袖珍，看不见袖珍，这是正常水平。看不见啊，哇塞！饺子没了、啊，咦？很大，你看还会长大。你打个光。终于。回到头里你们的。头位。哇塞！先给镜头看一眼。先给镜头看。逐渐掌握拍 vlog 的技巧了。Clean the camera first。顺便想想，现在我摆上说，摆上今天拿个什么吗？哎，今天我们来 Parsons D12， 啊，说不定。你为啥一直在 stretch？ 那我就好累哦，四肢。你去坐着，要不你把椅子拖过来，你坐着。我觉得这里长行吗？活得久一点。你也没活多久啊。他活了20多年了，都已经。我们也活了20多年，我也想说。我要活120多年。好的 ，make sense。我趁今活得久，多撑一撑。好，生日说明到人年纪比我小啊。哈哈哈哈哈！走，过节了，哇塞！改一个深蹲一次。改一次。我先把这个见到了，我先把这个包改一次，然后撑一下手臂，改一次，改一次。好了，你们就做饭也做得可爱。